我记得小时候，我总会期待着那双温暖的手，揭穿我装睡的模样。装睡啊！啊，装睡啊！装睡啊！装睡啊！这双手能带我回到过去吗？爸爸，这是我赚的贺卡。啊，很厉害，来。那是我第一次过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节，也是我第一次制作贺卡。爸爸很开心，我也一样。爸，我要去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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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一天，爸爸陪了我玩了一个早上，有他在滑梯下守护着我，我总可以不怕受伤，尽情的玩。你骗人，我不相信你。我承认，当时我真的很生气，但我真的真的不知道，爸爸为了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在外面受到了多大的委屈。辗转相处法，今天老师教的，可是我不会。今天老师教的你不会？哎，你现在你一定上面这个东西，你先坐下来，你先坐下来，你先坐下来。你今天没有抓的话，你今天不用出去玩了。从那一刻起，爸爸不再是我的英雄。不要抽啊！要跟我一起出去吗？哦。你现在没有要去公园玩了没？哼，我在十五岁那年就很聪明了，我了解无声胜有声的道理。我以为只要我们的接触减少了，就能避免一些摩擦。你啊，做错事敢顶嘴啊？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时光一回倒流。可以。那是我第一次对他如此无礼。我看着他失望得彻底的背影，从那时候起，我们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了。直到现在，经历过世态炎凉后，我才明白爸爸的辛苦。爸，今天是父亲节，这几年走下来，我真的越来越懂事，都知道怎样把我们之间的隔阂建起来。哼，我真的很聪明，
不过我知道你还是最爱我的爸爸。你不懂父爱，不过你只会实践父爱。我爱你，我要回家了。我要回家看你。哇，厉害耶！